关呢，要带大家怎么正确的搬东西，然后下楼梯，好不好？啊！刚刚那个第一个冲下去，我以为你要跌倒，我就不会过来。你我觉得这个地方小朋友会不会很容易受伤？应该很容易在这边，就是今天回家就这边碰一个，那边碰一个回家。我就是会因为这样跌倒。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然后小朋友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大，相对来讲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受伤的地方啦。家长把孩子啊送到学校来啊，我想安全是最基础的，在那个让孩子啊更具备啊对环境危险因子的侦测的提升啊，如果能够透过这次的活动啊闯关啊等等啊，能够培养这样的素养啊，那我想是这个是我最期待的。挂在背包上，后面开车骑摩托车的叔叔阿姨们，就会看到那个反光环。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比过去以往又多了上半场。对，那上半场就是把安全的这样的行为保护自己的方式在上半场里面交给学童，包含怎么样搬运东西是安全的。然后那你们要怎么搬才安全呢？就是不要受伤，不要受伤，觉得有痛的话就停止，好不好？加油，不可以撞到哦。跌倒的时候怎么样利用柔道的护身导法来做一个保护自己？三点一开路题开跌倒真的不要只是用手去磕地上，怎么样让他们玩，但是可以安全的玩，不设限的又让他们玩，这样很挑战啊。不能一直去保护他们，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他身边，所以必须要给他观念，就是我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第一个是他回来找我们想法去执行嘛，然后再来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太想太想了。那他避开三角洲之后，还是会想事情。对，所以其实危险是我们的事情，不是三角洲。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同仁们的回馈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在设想某几个情境有一些安全的疑问的时候，我们现场在实作的时候，这个成型的问题其实不存在。这一次在这个国小规划的这样的活动，会让我们学习到最好的方法是，就是到了暗场去观察使用者体验上是不是真实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假设的问题存不存在。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活动，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心。那我们也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不止我们的邻里，那甚至回馈到我们的产品设计面，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活动。好，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谢谢大家。安心放心无后顾之忧是我们最大的目标。